今天我們在澳門永利皇冠看什麼叫15億的毫無人性。哇，這個是柯尼塞蘭的 Jacko Attack， $700,000，全球125台。这个金身，这个红色好好看。这个门很奇怪，它是先出来然后再拉直再打直那样子，好科技感。你看那个尾翼那个位置，这个设施帕加尼啊，全世界$3,680,000。它所有的尾翼同埋咧后边咧，都好似做到飞机咁样，然后可以调高的。这种车呢，就是纯纯的空气动力学，技术活，技术活。他惊都就这个人。保时捷993 Speedster $1,200,000，全球25部。那个头是青蛙咁样样，个颜色都似青蛙。帕加尼的 Roadster 全碳纤，全碳纤咧车身轻，但有个问题咧，挨挨蹦蹦冇一嚿噶，一定要满噶。2,000,000，哇！911 GT One 全球限量20部嘅啫，个几亿，个半亿咁滞。行走的一个半小目标。Lamborghini $6,100,000，112部。Ferrari FXX $1,000,000，全球20部。呢架赛车版就好有赛车味道啦。头冚锁你见唔见啊？即系风速快嘅时候唔怕个头冚揭起啊嘛。窗系用揭开式嘅，呢个入油嘅，就系一个 padding 嚟嘅，插上去一拧上去就入油咁样样。你一尾冚都系用咗尾冚锁，见唔见啊？即系好赛车咯呢种就。朱古力方程式好香啊，咬一啖都得啊。Lamborghini Venom 毒药$1,400,000，全世界9部。佢靓啊，靓就系乜嘢呢？佢做咗磨砂黑，红色真系唔够磨砂黑好睇喎。这台迈凯伦的 Sanna， 我朋友有一台，我之前曾经开过，好难坐，爬入去爬出嚟嘅。帕加尼 BC Silver 全球只有1部，阿波罗计划全球10部。哇，你看个美，给我一种机甲的感觉，想去战斗的冲动。永利皇宫这边看完，我们去半岛那边看看。使唔使咁夸张啊？澳门半岛这边整体会有花钱树表演。保时捷 Coupe 25部全球 F50 呢部$5,000,000 F50 太牛啦呢、这个，呢部$1,000,000。呢部 Aston Martin 全球77部，$3,000,000，好中意 Aston Martin 嘅鲨鱼型。原来咧，澳门咧呢度系有5部，有一部咧喺娱乐场，所以唔拍得，其他有4部，睇你哋睇唔睇咯。不过你啊，发财时多人睇啲，你睇下都未够钟就喺度排队。